玩命兼储底，货 van 司机大起底啊！行走江湖，最忌心浮气躁。成龙都有教，行走江湖最忌心浮气躁，要沉住气，最少保持两秒距离啊！好似呢架白色货 van 司机咁，就系反面教材啦。先嚟一个硬 cut 线，再急刹。之后仲要拦车截劫，危险到呢。当有人谂住拍低佢嘅劣行，呢位司机竟然发翻脾气。我都前尾车冇问题噶，你要玩啊嘛，耶！一睇呢位燥底司机就知系老江湖啦，又点止得呢一单呢？就算是隧道啊，佢都照样急停话之理啊！记者查察发现，呢架车由一位姓萧嘅男人喺2011年买入。佢讲萧生就系呢位燥底司机嘅舅父，就连佢都话呢位外甥份人好臭脾气啊！至于佢外甥，其实姓曾，据讲住顺利村，有人联络过佢查询当日嘅情况，点知佢好霸气咁话自己唔系神经病，只系因为对方手车太渣，甩佢唔到咁话。咁口出狂言，知法犯法，警察当然唔会放过啦。警方话早前已经成功拉人，今次认真抵赞啦。